刚在讲的时候，好像有跟就是稍微讲过，可以透露一下小英总统想接什么吗？没有，其实是我讲话。我说耶稣爱你。谢谢东东来啊，就是对啊，就是羽球就人口越来越多嘛，然后对，然后那东东又来，所以对，顺便跟他称呼一下。赛前就知道了，就是哇，前几天就知道了，对，就是国安机密嘛，所以要透露。